这少年的眼瞳，还有这心跳，是什么？是幻觉吗？完了完了，心跳声太大了！你站住！你就是那个帮我来的傻子。 一个傻子眼里这么多戏，等等，没看我被绑着呀？你把这个东西放在地上，要我怎么吃？你喂猪啊？这馒头有毒吗？ 要蘸咸菜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小芳，表明你是犯法了，我看你面纱就不跟你计较了，你只要把我放了，我走了，这事就算了啊！嗯，等等，我实话跟你说了吧。 我明艳回是玄门的，这有条百年蛇妖到这儿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把它打伤了，估计就在你们村哪个犄角旮旯里，变成人跟你们混在一起，天天吸你们身上的生气。你别把我放了，不然没人抓他，到时候你们村要是出了大麻烦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